这脸，哎，咱也不知道说啥，对吧？这人比人咋那么气嘞？我感觉他应该出去洗一下手了。神狗不止8500啊，神狗不止8500啊，把衣服脱了再开就好。我要去跟郑总要点零花钱，要不是我，他今晚没那么嗨是吧？对吧？要不是你刺激他买个黄金 ID， 他今天晚上没那么嗨啊，对吧？把衣服脱了再开就好了，不是小天儿，你说什么？问我脸，大哥。先要过来，邯郸彭于晏啊，你上号先对吧？先上号啊，谢谢小天的比心啊，谢谢。谢谢小天送出的99个么么哒。